我们上一集说到啊，李陵5000汉军全军覆没，这一部汉军是遭受了重创。但是另外一路汉军的主力，就是20将军李广利，他所率领的汉军呢，进到天山之后啊，取得节节的胜利，大败匈奴右贤王军队，斩首10000级。汉军大胜之后呢，哎，李广利得意回军。正当汉军得胜回军之际呢，半途上忽然与匈奴单于主力大军相遇了，这一下子反被匈奴包围，30000汉军呢在其中战死，哎，大半，2/3都报销，20000没了。相比李陵5000人就能敌110000匈奴军队，而且人家撤退当中呢还连杀10000多劲敌。那么汉武帝这位小舅子李广利身率30000汉朝精锐部队，却战得如此狼狈，可见呢都姓李，李陵和李广利这两个人就高下立判。那么汉武帝天汉2年秋天的天山战役呢，确实汉军损失惨重，阵亡近30000人，而且呢流星般闪耀的汉将李陵最终呢也成为汉帝国的敌人。从匈奴方面讲呢，虽然说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是损失了20000多优秀的骑士。我们要知道，和当时的泱泱大汉不同，匈奴部族啊，那人员补充啊，一直是个大问题。20000多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单于来讲啊，触目惊心。战后呢，汉武帝余怒未消，痛定思痛，他就认定天山战役的失败呢，完全是汉朝轻敌，哎，最后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因此呢，他又开始与臣下精心策划，准备重新再弄出一场大战来，以报复匈奴。结果呢，就在天汉4年的正月，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呢，完成了大规模的征兵活动，集结起多少人呢？21万人的庞大军队，分成3路大军杀伐匈奴。中路主力军呢，共13万，骑兵6万，步兵7万，统帅呢，所以让人吃惊。竟然还是天山战役的那败军之将20将军李广利，他当统帅，出朔方郡。右路军呢，由老将公孙敖为主将，共40000人，骑兵10000，步兵30000，出雁门。此外呢，游击将军韩岳率领30000步兵出5原。左路汉军的主将是谁呢？强弩都尉陆伯德，也是个老将了。他呢率领步兵10000多人出居延，由此呢汉军的总兵力啊21万人，骑兵7万，步兵14万，对于汉朝来讲呢可谓是出尽血本。那么在汉朝的将帅当中，除了统帅20将军李广利，哎，其余呢我们看那些人名都挺眼熟，哎，听也挺耳熟，确实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那么汉武帝这次出兵最大的挫折在哪儿呢？还就是他错用这个统帅李广利。20将军李广利这个人呢，是武帝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所以说呢，爱屋及乌，李某人死了呢，哎，他就以李夫人的兄长为军队统帅，完全是不搭杠的两回事儿。你说你喜欢这美人，他哥哥有没有本事，跟这美人一点关系没有。那汉武帝这样委任的结果呢，实际上是非常惨痛的，结果将是无数汉朝将士的血肉之躯来填补。听说大汉军队来伐，匈奴人呢也害怕，赶忙把所有人员和那畜产进行转移，以那于武水，哎，以北地区为基地。于武水在哪儿？在今天蒙古土拉河。这个且低侯单于呢，他就集中匈奴最精锐的10万骑兵，哎，列阵于这个于鲁水之南，严阵以待。汉匈之间的这个于鲁水大战呢，就汉朝21万大军出塞，最终呢平淡收场，虎头蛇尾。那么统帅李广利呢，他能力太差，几乎他就不知道如何利用啊这个汉朝骑兵的优势，他笨拙的在正面战场上和那个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啊硬碰硬，最后呢致使汉军军力消耗太快，
公孙敖和韩越的两位大将呢，根本没有战场大局观，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呢，这两个人呢擅自引军就撤退了，等于就完全把李广利的主力汉军的两翼暴露。这些人呢，所以说他们现在所作所为呢，全显示也是庸才。于污水战役之后呢，汉匈双方一时间呢似乎都知道，对方呢也一时弄不死，无可奈何。因此呢，双方此后就进入了长达6年的休战期。到了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公元前96年，且丢后单于呢病死了，他的长子左贤王被立为单于。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的葫芦姑单于。征和二年，就公元前91年秋天呢，匈奴军队又开始入侵上古五原啊，又在那杀掠这个百姓。转年呢，匈奴军队又开始进攻五原酒泉，把汉朝两个都尉都给杀了。这个时候呢，岁数又大又神经质的汉武帝呢，忽然就大怒了，决定再兴大军进攻匈奴。由此呢，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最后一战燕岩山战役开始了。汉武帝到了晚年啊，由于吃了太多那个神仙大力丸，当时这些东西，这些药估计是由西域麻药类的那个东西加入其中，因此呢，肯定是汉武帝的神经系统得到损害了，身体衰弱，他的性格呢就变得更加多疑，导致他在国内屡兴大狱。征和元年的551案，这汉武帝不依不饶，最后连他自己的太子也被杀了，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多名的宗室和贵族啊都被杀掉，都城长安当时血雨腥风，使得武帝当时的统治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而且呢，连年征战，横征暴敛，汉朝国内的矛盾是愈演愈烈。就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汉武帝又大规模发兵，又三路进击匈奴，而大军统帅呢还是那位二师将军李广利。三路大军当中的中路由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70000人出五原，杀向匈奴王庭所在地。右路呢，御史大夫商丘成带领30000步卒出西河。左路呢是谁呢？重和侯马通率领40000骑兵出酒泉，在天山方向往那个方向前进。这次大战呢，汉军的总兵力大概14000人，人数呢确实也不少。如此重大战役，你说汉武帝为什么又用李广利呢？理由听起来现在极其荒唐。战前啊，汉武帝在宫内让巫师啊占个卜吧，结果卜卦得的结果是什么呢？匈奴必灭，诸将中二师将军最吉，哎，就他最吉利，他也出去，匈奴必灭。因此呢，让李广利为统帅，与其说是上天给汉武帝开的玩笑，不如说是汉武帝给大汉朝命运开的黑色玩笑。那么李广利他率领大军，率领他的军事统帅班，在离开长安之前呢，与他的有姻亲关系的这个丞相，这个刘屈毛，哎，两个人见面。这个丞相刘屈毛亲自送行到渭水，之滨。那么将相二人呢密谈良久，他们所谈的中心内容呢是关乎汉朝的国运的，因为当时都知道汉武帝已经年老体衰了。太子呢刘据呢已在55之案中啊被杀掉了，因此汉帝国是一直没有继承人的。一旦武帝病重，这个丞相刘屈毛啊他在京城，哎，和这个李广利商量好了，一定要扶立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生的那个儿子，就当时的昌邑王刘伯为储君，为皇帝。这样一来呢，等于是他们在出发之前两个人就商量这些事儿。那么李广利和刘屈毛说他们两人有姻亲关系，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李广利的女儿就是丞相刘屈毛的儿媳，所以说呢，他们这层关系呢还挺近。如果武帝忽然暴崩，李广利的外甥就那昌邑王刘伯，如果在刘屈毛的这个推举下能够当上帝王，你想李广利家族肯定就不用说了，那么丞相刘屈毛的家族肯定也更受宠幸。得知汉兵大出，匈奴呢依旧是从前的那种策略，坚壁清野，所有的这个各个部落马上把那辎重都扔了，然后单于还下令把昔日的赵信长也连根拔起，全部物资都转移到治居水。治居水在哪儿呢？就是今天蒙古杭爱山北路那色楞格河。那匈奴的左贤王呢，也是在单于的命令之下呢，
率领他的部民渡过于污水之后，远远地走到距离这个河边六七百里远的地方，退居到兜篷山一带，就是为了尽远的尽快的离开汉军的这样的追击。准备完毕之后呢，葫芦姑单于他自己率领精兵小心翼翼渡过姑且水，姑且水在今天这个蒙古杭爱山东南，就是防范汉军主力啊忽然的进袭。那么李广利呢率领这汉军出五原，一路进展还挺顺利，这一路之上啊，这个匈奴军队啊闻风奔走，没有一个人敢于抗拒的。因此呢，汉军主力在李广利率领下在范夫人城休整，士气越来越高。和士气高昂的汉军相比呢，匈奴军队呢多次打败仗，士气极其低落。如果汉军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见好就收，你一路上已经打了一些小胜仗了，实际上这场战役还不失为一场胜仗。结果恰恰在这个时候，长安有个叫隋旦的，这个人是个太医令，他和李广利私人关系特别密切，他这个时候秘密从长安派人来到军中密见李广利，向这位汉军统帅告诉了一个让人心寒胆落的消息。什么消息？丞相刘屈毛的夫人诅咒汉武帝事发了。刘屈毛承认呢，他自己曾经在李广利出军前两个人共写祷词，想要日后推举那昌邑王刘伯为帝。为此呢，盛怒之下，汉武帝武帝大人已经把刘屈毛逮捕了，然后呢用囚车把他载入闹市腰斩了。刘屈毛的妻子儿子全在华阳门当众枭首。那么李广利的他的老婆孩子呢，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受牵连，全部下狱了，等待审判。李广利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是五雷轰顶，这次事发一旦还军回到长安，说不定啊他老李家又要面临族诛。此时呢，李广利有个心腹，这个人叫胡亚夫，他就劝李广利，如果您现在回去，您仔细想，您的宗族和您的家人都在大牢里，如果您这次出军再不立大功立奇功的话，您又牵涉到如此的大案之中，你很有可能活着回去和自己家里人一块被杀。惊惧之余呢，李广利当时方寸大乱，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打仗。他想深入匈奴立大功，最好能把这单于啊杀掉或者活捉，这样才可能将功抵罪。于是呢，当时呢被这些事儿啊搅得这个头脑非常乱的李广利呢，就继续率领汉军深入，长途行军一千多里，来和葫芦姑单于主力对阵。汉军当时呢是远离啊他汉军的边境，左右两路侧翼军呢都已经后撤了，等于就完全属于孤军深入。不过呢，由于李广利手下这一路军一路上所向披靡，这路汉军的士气和战斗力都很高涨，准备随时啊与匈奴开战，然后他们都摩拳擦掌，显然他们是有能力有信心和匈奴主力啊拼死搏杀的。匈奴军人这个时候呢心生怯意，再不敢和汉军对阵，就远远地撤到置居水以北。那么作为汉军统帅李广利呢，此时呢他不是趾高气扬，你看自己手下这么士气高昂，他是心乱如麻，他忘了穷寇莫追的古训，就派手下呢率领两万精骑兵渡过置居水，继续深入敌境。退无可退啊，匈奴这个葫芦姑单于只得派出左贤王左大将军的手下的两个人，率领两万匈奴最精锐的骑兵迎战汉军。这个时候两万对两万，双方的兵力大致相当的，大战一天下来之后呢，远来赴敌的汉军本来很累，竟然大败匈奴军，匈奴骑兵呢死伤甚重，就连他其中一个大将左大将呢也被汉军在阵前把脑袋给卸下来。恰恰在这个时候，统帅李广利家属呢在长安被拘禁入狱的消息在汉军中传开来了，一下子汉军军心动荡，军心一乱的猜疑顿起，汉军内部这时候就有不少军官怀疑这李广利怀有异心，这么远而来，他好像有意带领着人们深入绝地啊，这二七将军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是不是想拿我们这些将士人头换取匈奴的赏赐呢？于是呢，二十将军李广利手下的长史，就是总参谋长，
就密谋了，就在军中啊和几个军官还在那秘密商议，咱们就把这个李广利逮捕起来，然后率领军队回撤，回到我们汉朝。李广利他当时毕竟是主将啊，他事先得到消息，先下手为强，把那密谋逮捕自己的长史啊和几个军官都抓起来一起杀掉。杀掉了这几个人，谎言平息了吗？没有，军心更加大乱。这个时候呢，李广利不得不撤军。于是呢，在与匈奴大军对阵之时，汉军忽然后撤，而且他是从治居水西向赶往燕然山的方向。乌鲁孤单于忽然发现汉军后撤，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本来这个单于和他的部下连战死的心理准备都有了，岂料呢，如此强大能战的汉军忽然不战而退，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很快单于他有谍报啊，有间谍啊，得知了汉军内乱的情况，哎呀，大喜过望，稍事安排，单于亲自率领50,000精锐骑兵，紧紧尾追汉军。终于呢，匈奴军队在燕然山追上了汉军。此时此刻，汉军是人马疲乏，军需供给呀、已经出现短缺。最要命的，军心不稳，谣言满天飞，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斗志。在这种情况下，战斗结果啊，我们想都能想得到。汉军在逃跑过程中啊，哎，匈奴人还提前挖掘了一条巨大而且又深的这个堑壕，汉军愤愤一下就掉进去了，然后后人砸前人，死伤无数。于是呢，匈奴人这阵儿就开始击杀了，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打猎一样的击杀。匈奴骑兵弯刀挥舞，血刃挥红头啊，汉军被杀无数。可以这样说，一场大战下来，70,000汉军基本上就被匈奴人在一个晚上杀得干净。走投无路啊，汉军统帅李广利只能下马投降。他深知即使他自己有命逃回长安，等待他的没有别的，只有一条路，死。汉军这次大败，李广利当然要负非常大的责任，但人在长安的汉武帝啊，更要为这次惨败负责。汉军征战在外，哎，在都城长安，你汉武帝指挥朝廷，竟然把他全家老少都关进大牢，这样一来，汉军的军心可能稳定啊？你想，本来军事素养他就低，这李广利在这样的心理压力下，更不可能承受的啊这样的这种军事压力和这样的这种朝廷对他的猜忌，汉军呢最终惨败。由此啊，我们可以想见呢，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得知李广利投降的消息，近10,000大军尽数被匈奴军队歼灭，汉武帝大怒，立刻下令在长安杀掉李广利全家全族。李广利投降之后呢，由于他是汉朝的统帅，深得胡鹿孤单于的后代，按照李陵那潜力，这单于呢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李广利。但这一来呢，就引起了李广利的一个老朋友他的记恨。怎么李广利在匈奴还有个老朋友？对，有这个人，不是李陵，叫卫律。这个卫律啊，从前啊也是汉朝的大臣，后来投降到匈奴了，被封为丁陵王。在匈奴啊，他是和李陵平起平坐的。如今呢，他看到的败军之将李广利也成了单于红人了，他呢就趁胡鹿孤单于的母亲胭脂得病之时，串通那巫师啊，就让那巫师在跳大神的时候就冒充死去的这个匈奴单于的这个灵魂，大叫汉朝20将军应该牺牲祭神。匈奴人啊特别相信这巫鬼之术，那么在亲妈撺掇下，胡鹿孤单于不得不把李广利捆绑起来，准备在神社当中啊把他杀掉祭祀。李广利这人也真够倒霉的，你说那边乡在长安，宗族百口刚刚被汉朝屠戮殆尽，自己呢身降匈奴也就刚刚一年，羊肉还没吃习惯呢，结果呢就被匈奴人绑起来要杀掉，跟鸡跟狗似的。情急之下，李广利就大骂，我死阴魂必灭匈奴。但现在骂也没用，匈奴人就跟宰杀牲畜一般，把这李广利也割喉断肢，就当成牺牲品来祭奠神灵了。汉武帝呢，自从元光二年马邑伏兵准备攻打匈奴开始，到征和二年李广利惨败为止呢，
他的皇帝任期内对匈奴的战争呢，竟然长达44年。这40多年来，虽然汉朝对匈奴啊，给予了重创，但汉朝国内的负担也是非常非常沉重。最重要的是呢，卫青、霍去病死之后呢，汉朝再无良将能帅，君无战魂，取胜也难。站在我们现在人的角度，当我们回望历史啊，对于汉武帝的苛责呢，似乎就会更少一些。虽然汉武帝在当年确实是好大喜功，但他对匈奴的战争啊，从骨子里剔除了我们汉人长久以来对北方草原民族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而且呢，使得这种恐惧呢化为仇恨，进而仇恨呢化为这个蔑视，最终呢，我们汉人呢就血性就空前高昂，把曾经内心无比畏惧的匈奴人打得远遁漠北。那么匈奴的葫芦姑单于呢，虽然在这场大战当中，燕云山大战大胜汉军，也特高兴啊。为什么？列祖列宗，从默毒单于算起，没有哪位单于能够一战歼灭70000的大汉军队。得意忘形之际呢，葫芦姑单于派人给汉武帝捎去一封国书，内容极其傲慢：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后世北地夷狄民族自称的所谓天骄，追本溯源，就是从葫芦姑单于这封国书中而来的。其实呢，这次大战虽然大胜，匈奴不过就是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而已。匈奴他当时所处的整体状态依然是困窘不堪，他们在战争中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种代价极其沉重。我们想一想，每次汉朝和匈奴开战，从长远角度来看，匈奴人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每次大战过后，匈奴人口都要锐减一次，它的外部生存环境就要恶化一轮。因此呢，其实在汉匈争斗这几十年间，他们是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如果我们从文明道义方面上说，汉武帝对于匈奴的战争非常具有正义性和正当性，每次汉朝出兵都不是没有借口的出兵，起因都是因为匈奴骑兵袭扰汉境，杀掠人民。于是乎呢，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多年间反复上演。怎么个上演法呢？匈奴清兵嗷嗷而来，抢杀而去，似乎得意洋洋。没过多久，汉朝大军携带无数粮草辎重，深入大漠草原屠杀报复，最终呢，又使得无数匈奴人背井离乡，在寒风暴雪之中驱赶着牛羊，艰难地逃向更寒冷更荒凉的北方。天灾人祸，匈奴确实啊，这多年以来几十年来日子很不好过。到了葫芦姑单于，虽然说得到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但匈奴他不足，元气大伤，对汉朝呢，接下来也就是嘴皮上沾点便宜。日后呢，匈奴既无力南下收复这个漠南水草丰美地区，甚至他没有力量乘胜对汉朝的边境地区呢再进行大规模的袭击。那么得到如此惨败，收到单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国书，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那种杀气腾的汉武帝当时还竟然没有大怒，连匈奴的使者都没杀，挥手就放这个人回去了。燕云山大战之后呢，汉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争呢也就基本结束了。战争暂停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汉匈两方面都精疲力尽了，不能再继续作战下去了。但是呢，每次结束都意味着下一轮争斗的开始。后元二年，就公元前827年，汉武帝驾崩，一个战争的时代结束了，汉朝呢一个辉煌的时代也结束了。那么在汉武帝崩后，汉朝和匈奴之间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